对呀，你这个，哦，你眼睛看到了，你眼睛大了，眼睛不行，哦，这不，不管它了，哎呀，这个，开灯，哦，不管它嘞，它这个换个规格，它就不用，不是每次都换，都要调整到位置吧。 它这个，我觉得哈，它如果说你真的有那种点五、点五的话，点二的话，你这个东西就不好切了。长度总长度现在量一下看，嗯，你现在的长度是应该是要多少？然后算一下那个六点一二乘以六点一二乘多少？乘以二十五点四。六点一二，嗯，乘以二十五点四，155点。155.48。
15.48是应该达到的强度。不对，你那个是尺数啊，尺数是几个尺啊？61尺。61尺啊。再乘以那个25.4。不对。不对。61尺乘以个2.。乘以25.。2.54。2.54。六十一乘二点五十，154.94，154.94，155。这样量，对，看是不是在同一排？你直接量就好了呀。154.94，94。155。这是155不到嘛，差不多。这是154还是五？这155.5。155.5。155.5了。嗯。跟他0.56。0.56没事，他这个已经是精确的不得了了。他是他误差是0.03。0.03乘以25.4是多少？25.76。0.76。那在范围内。那个是0.5。对，够了。行，那你先去那个哪？你要先去苏州了。